天，操场边地球肩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，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，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上面